慢点儿。你拿那么多糕点干什么？城里好吃的多，我带过去，给他们也尝尝。我们清风寨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，没见过城里这些美食，见笑了。请教，请教。慢点儿。你还准备剿匪吗？剿啊，必须剿。不过，不是剿清风寨，而是剿恶狗岭。现在没钱，人手也不够，怎么剿？会有办法的。剿完匪之后呢？怎么办？只要剿了恶狗岭，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。以前，也许是我小瞧你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对了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我真名？哦，我叫刘备。备。挺有男子气概的。等下来。嗯，你都跟他说了不怕背后。他可是你未来的嫂嫂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你这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感觉也悬。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你们等着瞧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我怕出来太久有人怀疑我。行，那三弟，我送你。行。哎，我觉得你就先别回去了，我给你安排个卧底的身份，这样你就不用回牢房了。卧底？嗯，我没干过呀。我就说，你是我安排到清风寨的卧底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真想，我清风寨，我真想回去。我一定要坑杀了冯雷，这段时间我再给你消息。嗯，我明白。我再准备点好吃的。好，拿回去，我一会儿给他们送了。都装上，算我一个三弟。哎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继续结拜吧。好。艾大人在府上住的可还满意啊？徐员外客气了，这里可比牢房好太多了。艾大人满意就好啊。小人斗胆问一下，接下来艾大人该怎么自证身份呀？实不相瞒，许兄，我打算修书回京，如实禀报，待上面派人来帮我证明。哦，来，不说了，喝酒。好，来。艾大人放心，只要您需要钱财啊，尽管找我。我别的不多，就是这钱最多。艾大人。艾大人。艾大人。那就太感谢徐兄了，以后在高衙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。哎呦，那就谢谢艾大人了。来。来来来。江小姐，我准备让张肥先回清风寨了。你是县令，跟我说什么？我跟你说是想请你帮个小忙。不帮。你确定不先听一下？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回去呢想给他们带一些东西，但是都是一些女生用的东西，我又不会挑，就想请你一起帮我挑选一下。女的？对啊。给压寨夫人买啊？什么压寨夫人？我不去，走走。我哪有什么压寨夫人，都是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。真的？真的。我骗你干嘛呀？那行吧，但我不是为了你啊。
我是为了张肥他们。张肥？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那是看你们山寨可怜。那你就是喜欢我喽？你谁喜欢你啊？你是山贼，说完滚吧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别忘了明天答应我的事。滚！杨老弟这么晚来找我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县衙大牢里的清风寨大当家是你劫走的吧？我劫他干嘛？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干的。咱们书房里说。是你曾走